你如果想要在55岁以后好好的退休，我们先不要讲荣华富贵，好不好？我们说成功的变成了那5%的人，子曰三十而立，听过吗？孔子在2000年前就讲过了，三十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听懂没有？什么叫做三十而立？孔子说，在30岁以前，我们就必须要想尽办法，办法想尽，创业，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宰。你在40岁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彷徨。如果你的人生到了40岁，你对你的未来还是空虚彷徨的，各位朋友，55岁的时候，你已经知道你的天命是怎样的了。听懂没有？恰恰好，这一个孔子的说法呢，跟老师要介绍你的另外一本书呢，叫做《穷爸爸富爸爸》，听过没有？他的作者呢，叫做 Robert Kiyosaki。这个 Robert Kiyosaki 呢，他是日本人，但是呢，在美国怎么样呢？长大的。他有2个爸爸，一个亲生的父亲呢，是很有学问的，但是最后在死的时候呢，留了很多的债务给他。另外一个呢是夏威夷的首富，但是呢只念过小学的2年级，所以呢他从小呢就受了这2个爸爸的影响长大的。但是呢最后这个 Robert Kiyosaki 他也在40岁以前呢成为了亿万富豪，是因为呢他选择在什么时候听什么爸爸讲的话。在小的时候他听穷爸爸讲话，在大的时候呢他就听富爸爸讲话。什么叫做创业？所以呢，这一个呢，就把我们的人生呢归为4个象限 ESBI。谁知道 ESBI 的举手？谁不知道的举手 ？OK， 好。那 Robert Kiyosaki 是说 ，E 呢就叫做 employee， 听懂没有 ？employee 呢就叫做上班族，上班族呢就是打工，打工呢就是上班，听懂没有？上班就是做工。没有人讲做母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你的价钱是给别人决定的啦。你是用什么方法去赚钱呢？就是用身体跟时间来换钱。也就是说每一天呢你工作呢 OK 8个小时，老板就给你这么多，不够的话呢你加班，老板就给你更多。但是呢有一天你停的时候呢，老板也停止给钱你。所以呢他把这个左象限的一的人呢都把他叫成是穷人，因为呢你不做就没有了。而且呢上班的人呢，他还如果要增加收入呢，他只有2个方法，一就是他增加上班的时间，第二呢就是他增加他的学位，听懂没有？就是他的知识，明白吗？但是呢最后呢，这个不管你增加多少的时间跟学位，你的生计还是一样会归零。所以呢你看工资呢不出头，对不对？出头呢就入土为安，往下处呢就干一辈子，有没有？然后呢早上上班晚上下班，一上一下就变卡住，看到没有 OK？ 然后呢卡住的意思呢就是卡债很多，不然呢翻译成英文呢就叫做 stuck。有多少上班10年的人已经现在 stuck 住了的了？为什么？第一，房子的逾期好像天天供不完，明白没有？然后呢车子又好像一直拿你家里的钱，然后开始发觉到自己能力开始退化，然后呢钱越来越不够用，有没有这样的生活压力？95现在涨2码，对不对？接下来97也要涨，然后呢糖涨价了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在大选过后呢米也会涨价。为什么呢？麦也会涨价，面粉全部会涨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气候不调，所以呢供不应求，所以一定会涨价。但是你的收入有涨价吗？如果你还不增加收入的话呢，很快真的你的生命呢，就或者是你的生活呢，真的会受影响。那很多人问我，老师上班也很好啊，听懂没有？你们 MV 啊这种叫金字塔，你不懂就讲不懂，懂装懂。我好，我现在画金字塔给你看。各位朋友，上班是金字塔吗？是吗 ？OK， 觉得上班是金字塔的朋友举手。OK， 好，那些不举手就猜不懂。你的公司有几个 CEO？ 有几个 COO？COO 就 coconut。OK。OK， 新加坡有很多 coconut 听我讲课的。然后呢，第三是不是有几个 vice president？ 对不对？下来是不是还有 executive？ 几个？再下来是不是还有几个 manager， 对不对？再下来就有 supervisor 很多个 OK。 再下来是什么？股利。
对吗？哪个朋友？好，我想问你，这边有没有人是学生的？举手。OK， 好，来，小弟，你叫什么名？什么名？吉米。我们吉米很专心听课哈。好，吉米，小学六年级对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说小学是不是要念六年？中学念几年？啊？五年。大学念几年？总共多少年？15年呐，吉米念了15年的书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念书？为什么要进大学？为了应酬。什么叫应酬？应酬老板。应酬自己跟应酬家里，他的家长有没有在这边？不一样。他的妈妈在哪里？应酬他们，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你喜爱的，你非常的勉强，感觉到被强奸。等一下我们要做心理辅导哈，家长。但是没办法，我们的人生规划本来就是这样的。10岁到20岁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把学业搞好，听懂没有？20到30岁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学会搞什么叫做事业。30到40岁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开始搞家业 family。40到50岁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开始置业，就是你喜欢做的事。50岁到60岁的时候呢，才叫宗教事业。你很多人到50、60岁就开始投入宗教事业，为什么呢？就是 self actualization， 听懂没有？所以没有办法，吉米要应酬下去。15年，各位朋友，15年的大学毕业以后，是不是你的位置在这里？对吗？对。OK， 几时才会变成 CEO？ 这是不是金字塔？你能不能敲你的 CEO 的名？这个门 ，call call call CEO。One day I want to sit your seat。很快你就 go back to eat your shit， 对不对？今天在座的，如果你的上限是钻石，你能够做钻石吗？加安利还是金字塔吗？你不懂就说不懂，不要装懂，别瞎说。很多人不懂装懂，一巴掌扒过去，头脑积水，脑生草，胆生毛，听懂没有？明白没有？这叫做金字塔，你一辈子努力15年，你就为这金字塔在工作。各位朋友，你觉得要爬上 CEO 的人多不多？多，很多，机会很少。所以有的时候明的不能，你要靠暗的，你要请摸摸，打小人。最近网上有流行打小人，有没有 ？OK， 你要希望他能够生老病死、出车祸、小李飞刀，不然就西瓜皮，然后你才有机会坐上去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红海策略，这叫金字塔咯。然后呢，哪里知道你做做做好了，很顺利的让你做到了 CEO。 更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是有期限的，马哈蒂都要下台，你看到吗？25岁35岁45岁55岁，哇，你的收入冲冲冲冲冲冲到一个阶段不能够再上，到55岁归零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归零的时候，以后还要不要生活？你这一生不是55岁就完了，对吗？各位朋友，这叫做规划。所以为什么穷爸爸富爸爸说，在20岁的时候呢，我们在 E， 30岁就要在 S， 40岁就要在 B， 50岁才能够在 I， 听懂吗？不明白的举手。OK， 好。在20岁出来上班的时候呢，你只可以上班10年。如果你想在55岁以后的退休生活是很有钱的，你在30岁就要创业。你在创业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赚够你在55岁以后要花的钱。因为刚才老师已经跟你讲了，上班是不可能足够让你退休的，只有通过创业，我们有多种的收入，我们才能够让我们退休。但是呢，
在30岁的时候呢，你做10年的 S 就是叫 self-employed， 它也不能够让你生活有保障，因为你有做有，没做没有。你一定要在40岁马上转型签 B， 在下面呢有很多的人才跟系统在帮你赚钱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开始老了，你会生病了，你不做的时候你还要有，你在40岁就要有系统在帮你赚钱。当你40岁有系统在赚钱的时候呢，55岁你把那些钱拿来做投资啦、地产，所以55岁以后你才会变成5%的人。各位朋友，这叫做按部就班，知道吗，吉米？所以今天要快乐一点去应酬，知道吗？好，不能一步登天，孩子啊，要脚踏实地，听到没有？要脚踏实地。很多的父母亲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带来这里上学上课，然后他那些领导人就一直鼓励说他全职不要读书，错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不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如果大便丢到美国，它都是大便，听到没有？钻石跌进马桶，它就是钻石。所以 Jimmy， 你是钻石，知道吗？你在任何的地方，你都能够影响人，听懂没有？它就是人脉，就是钱脉。Understand？ OK， 有够 elaborate about E 吗？有明白吗？有足够明白吗？ OK， 好，来，阿红帮我擦一下。OK， 好，所以第二老师就要讲 B 啦，哎 S 啦 ，S 叫做 self-employed 就叫自雇者，自雇就是自己请自己做工咯。OK， 什么叫做自己请自己做工？举例一下，医生啦、啊，开律师楼的啦 ，accountant 啦、啊，听到没有？他们有 accountant 分这些自己要下手才有钱赚的啦。OK， 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些杂货店的老板呐、啊，有没有 ？OK， 油站的老板呐、啊，听到没有？啊，这些都叫做自雇者。那自雇者呢是什么呢 ？OK， 就是 OK，S 叫做 self-employed， 就是用生意赚钱，听到没有？所以生意赚钱，各位朋友要赚生意的钱，要不要有条件？第一，我们要资金 ，capital。那刚才老师讲了，你从20岁开始出来上班，你在30岁就想创业，各位朋友，你能够存多少资金啊？如果你进大学，是不是24岁才出来啊？你上6年的班，你怎么有钱创业啊？所以通常在30岁成功创业的，不是你妈妈的棺材本，就是你婆婆的那些还没花完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有。OK， 然后呢？第二，如果资金弄到了以后，要不要经验啊？各位朋友，如果你的上一代没有人经商，你一开始的这个角色就是上班，你爸爸也是上班，你全部都是上班，你要成功的从 E 转身成 S 的机会是太低太低了，因为你没有这种生意的背景。你上班了，你24岁开始出来上班，6年的这个上班生涯，你天天只会上班，你懂做生意吗？你没有商学院教你，所以为什么最后就会变成像刚才老师讲的12%破产？没有经验，认同吗？第三，员工，所以员工好的就留不住，坏的就踢不走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：“哎呀，顾客很多就忙死，员工不做工就气死，资金周转不好就烦死。”做生意有没有这边的？有没有感同身受？对不对？当然不是说做生意不好，他真的有赚钱，但是生意人一定要记得，40岁要快快转型。变成 B 就是变成系统了，不可以再自己天天这么烦，因为有一天我跟你说，棺材是睡死人的，不是睡老人而已的，听懂没有？ OK， 好，听懂。棺材是睡什么人？死人的，他不一定老了才死的，听懂没有？ OK， 好，很烦的也很快死的，听懂没有？ OK， 好，然后呢， location 就是地点。做生意是不是做一段时间，做一段时间，接下来要装修，接下来要翻新。如果你的是做那种生产的，你的机器一直要 upgrade， 你的机器一直供不完的，有没有？ OK， 好，然后最后一个还要面临竞争，就是淘汰风险。有没有看过人家做到生意倾家荡产跑路的？ OK， 他前面怎么样呢？可以很多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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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不要前面加一个零，男谁水烧妹，听过吗？水烧妹啊，很多人真的是水烧妹的。为什么？转型每几年就流行东西，每几年就在竞争了，明白没有？所以这叫做 S。 OK， 然后呢 B 呢是什么呢？ Business owner 就是靠系统赚钱， System 来赚钱。
系统呢有三个模式，第一就是你可以创造自己的系统，但是各位朋友，你看到这些成功的系统是不是一两天形成的？林武彤、骆文秀、郭鹤年、李嘉诚、王永庆，这些他的企业是不是经过几十年的累计，最后他今天才能够成立一个整个系统？ IBM、 Microsoft 这些是不是很多年了才有的？你怎么能够在几年里面就变成自己有系统？所以创造系统对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来讲是遥不可及，比较没有可能，不说没有不可能，比较没有可能。 OK， 好，第二，买系统。什么叫买系统呢？就是 OK， McDonald's、 KFC、 O'Dow， 这边有没有 O'Dow？ Baba Rich， 听懂没有？你只要给钱然后你去买系统。你知道现在这个McDonald's 多少钱吗？$1,000,000。 OK， 这边有没有 Baba Rich 啊？没有。你们知道什么是 Baba Rich 吗？以前有一个 Roti 叫做 Roti Boy 的，有没有？现在它转型变成 Baba Rich 了。那 Baba Rich 现在也差不多马币100万，它的 franchise。 Gobi 那个 O'Dow 你们知道多少钱吗？现在700,000。 7-Eleven 你们知道要拿多少钱吗？250,000。这些是帮助有钱人更有钱的。你有钱你未必也拿得到，因为里面要有关系，知道吗？因为每一个地方只能够有几间，它是有 restriction 的，还要买通很多很多很多的。所以100万我只是说差不多拿那个分债，还有很多滴滴咚咚包红包那些没有算，送礼篮的没有算，知道没有？ OK， 好。然后呢第三个呢，穷爸爸富爸爸就说，如果你不能够创造系统，不能够买系统，但是你又不想五十五岁以后变穷人，你又想要有系统，你就叫参加系统，好不好？ Join the system。 OK，这样他就说有什么系统可以给他参加呢？你知道罗伯格萨基在那个第二本书叫商学院，他们有讲到，如果给他在年轻十年以前，如果还没有机会，他一定参加 MA 做 MA 的，因为他知道网络商机就是未来的趋势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要读这本书。所以呢，那参加买系统我讲了，那参加系统呢，他参加什么系统？就是直销或者是 e-commerce 电子商务。这是 Robert Kiyosaki 讲的，不是我讲，我是代表他讲给你听。所以呢，然后接下来呢才能够通过钱赚钱，因为有了系统就能够通过钱赚钱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呢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这边，你要通过传统的模式，你必须要一关一关过，对不对？先去 S 才签 B。 所以很多时候在 S 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倒掉了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呢这本书就跟我们说，比较安全跟保守，而且又不会弄到你失败的，就是直接从 E 跳来 S， 从 S 跳来 B， 就是你可以用参加系统。所以等一下很多人就问我，哈，参加什么系统？各位朋友，第三本书老师要介绍你的就是财富第五波，听过吗？谁有谈过财富第五波的介绍？天哪，还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，你们又是第四个这个叫做将被淘汰的候选人。老师一次讲课的时候，有一群大学生竟然读经济学，然后呢老师讲财富第五波，然后呢就有一个坐前面的举手，老师我才来听第一堂课你就讲到第五波了啊。气死我了。我问他你读什么系的，他讲读 economy 了咯。你 economy 你不知道财富第五波不同啊，那你学校念什么？所以呢财富第五波呢这本书呢就跟我们说，未来的财富导向我们在哪里？今天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要拿那个锄头去管那个筋啊，我们都要知道它的方向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去错地方管不到就死，是不是？所以呢这本书呢是一个 GPS 来的，它是一本给我们知道未来的财富的发生在哪里。它的作者的名字呢叫做 Paul Zampiller。 这个 Paul Zampiller 呢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，他分析了美国的经济跟全世界的经济导向，然后呢他也写了一些在以前这些人是怎么样成功跟发达的，然后呢总结了以后呢，就在总结在接下来的100年跟200年呢，接下来会发生怎么样的大经济变化， revolution， 听懂没有？所以呢他就想，以前的财富第一波呢就是农业革命，以前有地的人发达，对吗？种油种的人发达，有橡胶的人发达，听懂没有？OK， 然后呢财富第二波呢是什么呢？ OK， 工业革命。 OK， 那工业革命呢是什么呢？工业革命呢就是那个时候，OK， 牛顿坐在那个苹果树下，
突然间有一天苹果跌下来，他看到那苹果跌下来，他就很奇怪，就开始想，哦，发现到是那个地心吸引力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呢啊，让人家了解怎么样开发重型机器啊，蒸汽机，就是因为牛顿的发现，那个 gravity 才有的，你懂没有？但是以前牛顿没有坐在那个苹果树下的时候，那个苹果也是这样跌下来，他只是比较先空想，然后呢，最后呢就开始了研究，所以就发明了蒸汽机，就发明了机器，然后呢把人送上天，把人送下海，然后开始就发明汽车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呢开始呢用工业，就是做工厂，靠机器来赚钱做生产，听懂没有 ？OK， 然后呢，第三波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商业革命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啊，又发明了计算机。你知道以前的计算机要一个房间才可以装满的，听懂没有？现在呢的计算机是不是很简单？计算机的发明再加上汽车的发明，就开始形成了 World Trade， 听懂没有？就是世界贸易经济开始发生，就是那个时候第三波，只要经商的人都可以赚到钱。听到没有？代理，所以骆文秀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达的，林虎同是在农业革命发达的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呢，第四波呢是什么呢 ？OK， 叫做网络革命，听到没有？网络革命是靠什么？智商 ，Bill Gates 啦 ，IBM 啦 ，Microsoft 啦，听到没有 ？OK， 各位朋友，你可以写吗？你会写 software 吗 ？OK， 明白没有 ？OK， 好。然后呢，第五波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保健革命 ，OK。那为什么保健革命会发生呢？因为呢1946年到1964年之间呢，这个就是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所以呢这一群人呢，这个时候呢是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，因为天下太平，没有人打仗，所以他们就在家里的床上天天打仗，就生了很多的孩子。所以呢1946年跟你们就是喜欢听这些1946年跟1964年这个阶段出生的人是现在大概是40岁到60岁，他们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都不错，而且呢他们审查过，原来他们就是掌握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这5%的人潮来的，听懂没有？而且呢这一般人的后代啦、子孙啦，都想长寿，都想保健，都想长生不老，所以这一个市场呢，就是他们会对保健方面呢做出很大的这个市场贡献，就是只是在美国哦，就会有1兆亿美金。但是呢，这个市场不只是在美国，在全世界都有有钱人，听懂没有？也就是说，保健革命开始发生了。那谁会赚到钱呢？有知识的人 ，OK， 然后呢，肯接受重新被教育的人呢，能够在保健革命这一边呢赚到一笔钱，听懂吗？OK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这几个月将会有另外一本书出来，就叫做《财富第七波》啊。第五波我今天才懂，第七波来了啊！哎呦，所以你们绝对不要太慢哦，不然你们就在活在秦始皇的时代了，听懂没有 ？OK， 哎，那边人看不到哈、哦，这个要跟他搬掉。OK， 所以不是我太大，还是这个东西太大了哈、哦、？OK， 好，然后呢，财富第六波呢叫做直销革命，各位朋友。你有没有发觉到、哦、不管今天你喜不喜欢 ，OK， 你 interested 不 interested， 整个趋势都开始在改变。这个有直销，那个有直销，什么商店买东西都有 member card， 介绍人又有回扣，这些都是叫做直销模式，听懂没有？也就是说，直销呢，就是靠人际关系来赚大钱。直销呢，已经是365行的其中一行。直销能够解决政府解决不到的问题，所以为什么中国直销出台立法？为什么越南都直条出台立法？因为他知道55岁以后这些人没生产，第一，他们要再去上班，没有人肯请他们，他们可以干直销。第一，这个问题解决；第二，很多的家庭主妇在家没有生产，只等老公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一个又可以解决。然后呢，第三，学历不高的又可以在直销里面转型成功。所以各位朋友，所以直销它就是能够帮助很多的穷人变富人，明白没有？很多人哎，我 I'm not interested， 继续，你可以原有继续，因为你喜欢，听懂没有？因为这是趋势来的，你不要改变，改天你走出去，全部人都有 MMM 干，你没有啊，你没有啊，听懂没有 ？OK， 好，然后呢，第七波已经来了。就是直销加电子商务，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发觉到现在什么网购，也不是什么网购，什么东西都上网卖？
叫做电子商务 e-commerce， 听到没有？你买一个有可能是很贵，但是他又跟你讲，如果你买十个，介绍十个朋友买，他又可以扣一点，还是复利两个给你，这个就是直销加电子商务的概念来的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几乎现在的 Generation Y， 对不对？谁是 Generation Y 的？举手 ，Gen Y 的 ，OK？ 你们有没有发觉到，你们一天里面最少的三分之一时间都有上到网的？你们这个网站啦、Twitter 啦、Facebook 啦、Google 啦，这些都是 Social Media 来的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十年、二十年，都是这群人在市场里面活动，而且呢，他们的整个理念呢，就是在网上购物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呢，台富第七波呢，要转型成功呢，是靠什么呢？靠观念，听懂没有？你的观念接受的快，观念转的快，你就可以赚到财富第七波的钱。而且呢，你知道财富第七波这个电子商务呢，根本就是100%的。你在美国哈、很多的日常消费品超过80%以上都是在网上购物的买到的。美国的商店没有像马来西亚开这么长时间的，他们美国啦、Europe 啦，因为他们知道环保，而且呢，汽油是越来越少，听懂没有？他们为了要节能减碳，他们的商店 restrict 他最早开到6点而已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呢，在晚上的夜市你看不到有商店开的，所以呢，有大部分的日常用品呢必须要上网买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是在发展中的国家，而且每一个人最需要兼两份差才能够维持生活，所以他们是没有时间像我们这边的人哈、慢慢在那边走，慢慢走，没有的，他们就是会浪费这种时间的。他们要买东西有 need 他上网买，有 need 他上网买。你知道 Walmart 吗？国贸在美国是有的上网买东西的，你们知道没有？ OK， 所以这就是一个趋势来的。如果今天你发觉到马来西亚会有一天会不会变成这样，石油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？那如果今天你今天就听懂的话，改天石油少的时候呢，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网络，他们全部上网买就跟你有关系了。但是偏偏呢，这个 Paul Zampiller 就讲了，这个财富第五波、第六波跟第七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。第一，可以参与的叫做投资者，只要这个投资者他投资的项目他跟保健、直销或者是电子商务有关系，他就赚大钱，听懂没有？第二，生产商，只要你是搞生产的 ，OK， 然后呢，你所生产的产品跟保健、跟直销，然后再上网买卖有关系的，你也能够赚到钱。所以最近你有没有发觉到啊，连 Nescafe 都要加高纤维他命 C， 有没有？他知道如果、他没有加下去，他很快会被淘汰。为什么呢？保健革命的来临了，听懂没有？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很多的鲜布里面加 Jingle 啦，加人参精华啦，这就是保健啊，听懂没有？ OK， 然后呢阿里东干啊，东干戈壁啊，有没有？ OK， 接下来如果你可以生产，你可以生产阿里东干沙本，听懂没有？西了会紧的。OK， 几点了？几点半了？要睡了没有？给、okay， 要完了哈。OK， 好。然后呢，如果投资者你不是的话，生产商你不是的话呢，你可以第三个呢做什么呢？叫做分销商，听懂没有？分销商呢叫做 distributor。OK， 那很多人问我老师，成功的发现率极高哦，很高哦。你知道每一年哦，通过钱赚钱发达的人呢，只有区那么1%哦，听懂没有？然后呢，每一年只有4%的人呢是通过智慧产权发达的咯。什么叫做智慧产权呢？就是发明啦、唱歌啦、演戏啦，这些叫做智慧产权，听懂没有？然后呢，每一年呢有33%的人呢是透过分销或者是代理呢成为百万富翁。也就是说，分销跟代理呢是最大最多人群成功的其中一个项目来的。那还有其他的呢，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啦，还有的呢是搞生产的啦，还有的是搞投资的，那些都跟你没有关系的，听懂没有？ OK， 如果祖先有留下来，你就不会坐这里的，听懂吗？ OK， 我只讲一些你比较有可能的。 OK， 明白没有？ OK， 所以那你觉得 MA 是不是符合财富第五波、第六波、第七波？是。 MA 公司的营养补助品呢是75年最久的，听懂没有？ 100% organic 的。 MA 是全世界最大的直销公司，零负债380亿 ，Bill Gates 议员在未来的20年，我们将会变成800亿，听懂没有？你试想想，那中间的市场还有多少？
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电子商务跟直销。1998年，我们 MV 已经开始跟 Microsoft、IBM 合作做电子商务。去年 MV 马来西亚在同心注入4000万的几个基金，在做我们的 MVDoYou.com。各位朋友，你觉得你是不是掌握趋势？是不是？给自己一个掌声。OK。所以呢，参加什么系统呢？就是要参加跟财富第五波、第六波跟 TG 波有关系的系统，听懂没有 ？OK， 好。那接下来呢，讲到了财务第五波、第六波、第七波呢 ？OK， 那到底呢，生意潜能在哪里？市场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关心的，是没有 ？OK， 好。那各位朋友，那我想问你，现在呢，我们讲如果创造系统，大家不可能，大家在座的都还有可能能够敢反买系统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过 McDonald？有没有听过 ？OK，McDonald 是不是$100万美金 ？$1 million USD guarantee 你哈、哦、一年 return，OK？、Okay? 然后呢，你如果去拿 McDonald 的 franchise 哦 ，OK， 你只拿到经销权。然后呢，每一天大概4点的时候呢，就有 vendor 就是会有一两辆车，连 McDonald 的 logo， 送那个送鸡腿，送油去你的店帮你换油啦，弄到干净干净，然后呢把那些面包全部排好好 ，OK， 然后呢等下你6点就可以开店，所以呢这个 vendor 呢就是提供产品与服务，然后呢如果你决定拿这个 McDonald 的 franchise 的时候呢，你就要选几个Manager 应征，然后呢送他去美国 University of Hamburg 做 training， 回来帮你管理整个这个 franchise， 但是呢你只拿到经销权，就是你只授权可以代理卖汉堡包而已，听懂没有？你不可以授权给别人。这样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每一个朋友，你有没有每天都吃一个 burger？ 举手。一个礼拜吃一个的举手。哇，那其他那天是一天吃2粒还是一个礼拜吃10粒？OK， 那你们是不是很少吃，对不对？你看 McDonald 没有倒哦，听懂没有？一家开一家、哦、听懂没有？ OK， 好。那各位朋友，那我再问你，这边每一天有刷牙的朋友举手。哦，4手都举起来了，听懂吗？每一天都有洗脸的举手。 OK， 每一天都有洗身体的举手。洗衣服的哦，全部都有，我就不再讲下去了。 OK， 好，我就跟你讲这个市场，其实很久我们就给别人霸掉了。你知道马来西亚有2800万的人口，知道吗？目前为止，还有一些外来移民我们没有去统计，听懂没有？每四个家庭，每个一个家庭就有，以四个人来计算来讲 ，OK， 马来西亚总共就有700万个家庭。这700万个家庭，同样的是不是跟你也一样，每一天要刷牙洗脸？对不对？那如果以保守估计呢，这700万个家庭每一个月只消费300块的日常用品，也就是说整个马来西亚行情这么不好，只是这个日常消费品牌的市场呢就已经贡献了21亿马币的营业额，每一年呢12个月呢就产生了252亿的营业额。各位朋友，252亿这个数字是大还是小？你都是其中一个贡献者。如果今天你听不懂这堂课，这一个市场呢，给谁大了 ？Tesco、Giant、Giant Jasco、Metro， 还有富丽华一大堆，对不对？你以为这样多的 trolley 是谁给的？是你赞助的，听懂没有？明白没有 ？OK， 好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戴眼镜、白色衣服的小弟弟，你叫什么名？什么孙？福顺。福顺，今年几岁？是福顺吗？鲁顺。讲大声一点。土顺，国顺啊，你要发音准确，国顺 ，OK。所以呢，发音要把口张开，国顺 ，OK。好，国顺今年几岁？国顺今年19岁，还在念书吗？还有在念书。现在目前你是用什么牙膏在刷牙的？黑人牙膏。国顺3岁开始刷牙，刷了16年。国顺知道黑人牙膏的老板是谁吗？他的工厂在哪里？你今年或者去年的生日他有没有寄卡给你？用了16年，每一年新年他有没有送你 hamper？ OK， 我看国顺的耳朵这样大个又这样飞出来的，最少活80岁。OK， 80减掉19岁，是不是还要刷牙刷多61年？国顺，对吗？而且呢，我只是讲刷牙，不小心跌在地上那个没有算了，听到没有？
现在的那个牙膏的洞都是很大个，对不对？现我碰到，对不对？就是要给你快点玩嘛。还有洗脸霜嘞，洗头水嘞，洗衣服的嘞，这就叫做家里的黄金了。这一块市场，我们每一天都是怎么样呢？很开心、很快乐的双手这样子送给这些人，帮助他发达。看到吗？很多人听不懂我讲话。各位朋友，今天如果你明白两个，你只做两个动作，改变购物习惯，改变厂牌，改变观念，改变话题，你未来的五年跟十年你要穷都没有机会。好，各位朋友，今天如果你知道这市场很大，你成为注册一个叫做 IBO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。很多人讲哟 outdate 了了 MA， 你拿石头丢三个，两个是 MA， 跌龙沟那个也是，你才 outdate 啊。现在是不是流行 iPad iPhone 还有什么 iPod， 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叫 IBO。 是啊，IBO 代表什么？电子商务独立商人拥有者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。 你有 iPad 有 iPhone 有 iPod、iPod OK， 有这样多 i， but 你这个都是在消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唯一只有一个 IBO 在帮你赚钱的。你一注册成为一个 IBO， 你拿到了经销权，就是说整个 MA 公司的600个产品跟600个科学家所生产的东西给你代理，你也拿到了分销权。什么叫分销权？公司给你权利去物色市场，你开发出来的市场呢，公司会有另外一种的方式去奖励你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一MA 就是刚才我们把 McDonald 换成 IBO， McDonald 叫做 franchise， 我们叫做 home based franchise， 就是家庭电子商务连锁经销商，很长嘞哈，不用紧，买这个 CD 来听 OK 好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交代林芳一定要录起来，因为这一个 CD 影响无数的生命。老师那天在新加坡，在 JB， 在泰国，哎，不是在槟城，一讲完，所有的人对整个安利的观念改观，每一个一听到办卡加入，听懂没有？那做不做我不知道，因为是他上线师，听懂没有？我只是要给我们华人多一个机会，所以每一次我讲课，我是挖心挖肝，不厌其烦，你有看到吗？因为我们是华人，华人在这社会机会的确不多。我审查了各个的行业，调查了各个的机会，唯一只有 MA 对我们华人是最公平的，难道不是吗？对吗？有做生意的你自己就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今年包红包都软了没有？家孩子都没有包这样多给他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干爹讲给我听，我干爹是生意人。所以各位朋友， MA 他提供的是产品跟服务，他提供货仓，全马来西亚的货仓的货都是供应给你的市场的。马来西亚投资了4000万 MA.DoYou.com 提供的服务是给你的市场去做的。马来这个美国的工厂、越南的工厂、中国的工厂，600个科学家每一天24个小时的科研，就是一直在研究，不要让我们的产品跟市场脱节。你只要跟这样子的公司合作，各位朋友，你就永远不会淘汰，因为它永远跟市场接轨，你不用去烦这块东西，你的动作就是做 marketing 而已。然后如果你连 marketing 都不懂做，你们听到什么叫做 IBO business 吗？ IBO business 就是在这边，这一所就叫做商业大学，也就是好像 University of Hamburger，但是 University of Hamburger 你要先给100万，你这边给3块，哎呦，三块，阿瑞，改天收贵一点好不好？明白没有？我讲了这么明白，你就成功了，听懂没有？有没有很明白？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最后一窍是不是要通了 ？OK， 只要把任督二脉打通，听懂没有？你那窍就通了，听懂没有 ？OK， 好，好，那也就是说。
如果今天你能够认同这样子的消费趋势，就是财富第五波、第六波、第七波，已经认同这个刚才老师讲的第五波、第六波、第七波的朋友举手，它正在发生了。 OK， 好，然后呢已经认同它是一个多的选择，就是在我们工作以外它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备胎的计划的朋友举手。 OK， 好，那我就讲到有机会啊，就明白了。那你觉得你身旁有没有六个朋友跟你一样有危机感的？你只要把这六个朋友给弄明白，叫做六个市场。这六个市场不用多，它只要诞生40000块的这个营业额，你有六个这样子的市场，你就叫做钻石。如果钻石的话呢，年收入是400000 ，business class 一年就2次，听懂没有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有分销到六个这样子的市场，听懂没有？你就成功转型了。而且呢，改天你不做的时候呢，这个市场还继续会有消费，继续会有生产，听懂吗？第一，不用大的资金，谁这边没有85块的？学生借都借回来，对不对？听懂没有？哈，你真的没有85块啊？还敢举手啊？我看你也不小了，听懂没有？后面补打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各位朋友，今天你是想讲85块的这个压底金是什么呢？100%满意保证，听懂没有 ？OK。还有第二，不用地点，你只要去到哪里，你就能够开档。所以它是人与人的市场，你看到人你就能够兴奋，只要找六个 ，OK。然后呢，它不用员工，听懂没有？所以没有员工的烦恼，你不用给员工气死。因为他通通都是自己的生意，然后呢不怕没经验，为什么呢？有 IBO Business 请很顶的讲师来 training 你，听懂没有？ OK。 然后呢接下来没有风险，你有听过听到人家做 MA 跳楼自杀借大耳窿然后跑路有没有？如果有你记得介绍给我们，我们要去访问他到底是如何这样子做，做到这样的地步，也不是普通人哦。然后呢我们要叫他上台上来讲失败的故事，因为你各位朋友，你不会一直听成功的故事的。上台的人有两种，一种是当借镜的，借镜就是他做过什么事你就不要再做，因为他失败，听懂没有？第二叫榜样，像我们就是榜样，听懂没有？哈，我们做过什么事有成功有结果你就跟，就这么简单，会不会？会。明不明白？明白。 OK， 好，那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有400000的收入，每一年2次 business class 的旅行，好不好？好。爽不爽？爽。何止爽，叫爽死，听到没有？ OK， 很多人就会问，这样容易吗？容易的事情不轮到你做，我们叫做机会，对不 对？ 对。我们叫做希望，对不 对？ 对。有事有机会，没事没机会，对不 对？ 对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今天呢，我要跟你讲的 MBA 它不是一，它不是二选一，它是一加一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叫你的行业跟 MA 之间选一个，不是，我们只是说在你现在做的工作的时候呢加多一个，为什么呢？你是在顺境要找退路，等下逆境的时候就有出路。你平时5年的时间你也是在上班，早上的时间上班，你一个礼拜就来这里上课2天，学懂安利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听懂没有？然后呢看到人要希望你就给他希望，给他机会。如果一个月推荐一个人可以吗？ OK。 然后一个月推荐一个人，12个月就有12个人，在5年就有60个人。如果你的祖先不是很灵，5、8仙的人听懂，在5年里面你就有3个部门，就是3个 IBO 做40000块的生意，你叫翡翠，像我这样的翡翠吃到白白胖胖，一年赚200000多，200多千，每一年海外旅行一次，好不好啊？好。OK， 好。第二，如果不小心12、8仙的人听懂哦，听懂没有？因为太努力听课，讲到人家太明白了。OK， 然后呢，60个人18仙的人想做，你就有6个这样的市场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请问你有什么理由失败？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有这个，来慢下，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又尝试，不小心让你有机会把6个部门发展出来，各位朋友，你知道你以后的人生叫什么人生吗？叫六六大顺。
知道六六大顺的朋友举手。好，大家都不知道的举手。哦，不知道，想知道吗？想要吗？要。OK， 好，各位朋友，经济学家有讲过，以前的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呢，是靠知识跟技术。以前就是在 Gen X 的时候，你没有知识就完蛋，没有技术你就完蛋，对不对？但是偏偏现在是 informatic 的时代，技术更新很快，知识更新很快，你也一样会被淘汰，如果你没有成长，认同吗？好，现在要选择事业要靠趋势，然后呢要有价值，要用价值去衡量你所现在做的事情，听懂没有？ OK， 好，那各位朋友，安利符不符合趋势？如果你把六个部门发展出来，那有没有价值？好，来，我们来探讨一下六六大顺的人生。 OK， 第一，钱。各位朋友，在 MA 里面，你如果真正把这六个部门发展出来的话，你能够赚到什么样的钱？第一，各位朋友，钱呢，我们一定要跟时间比较，有钱有时间，有钱没时间，没钱没时间，没钱很多时间。如果是给你选，你想选哪一种？有钱有时间。第一，你如果不是创造系统的，你不可能有钱有时间。第二，如果你不是买系统的购买者，你不可能有钱有时间。所以第三，如果你是上班的，你跟有钱有时间没关系，你是属于没钱很多时间，不然就很多没时间，但是也没钱，忙到又没时间又没钱的，有没有这样的上班人？有。只有参加系统一段时间，成功转型，你才会变成有钱有时间。第一个 MA 可以给我们的钱，第二 MA 可以给我们不受限制的收入。不受限制，各位朋友，不受限制这四个字不是随便可以讲的。如果今天你在你的行业、你的领域或者是你的生意赚到10000块，有可能已经是顶了啊。但是在 MA 里面，如果你赚10000块，有可能才开始啊，听懂没有？就像我赚了200千，几年了、啊，每一年200、200、200这样赚，赚到险了。我讲200千好像不是够用了，在 KL 要买大房子就要赚400千，我不受限制，我自己决定。你的公司加薪水谁决定？你的生意要增加收入谁决定？市场，听懂没有？经济风暴，对不对？但是在 MA， 生意好，行情好，就很多人买多一点；行情不好，就很多人进来做，所以你生意是不受限制的。因为我们是建立人，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明白。安利已经50年了，各位朋友，经济风暴对他来说，切，他讲。听懂吗？所以经验啊，明白没有？所以不是祸半是苦，不是人一世苦啊，很多人做一半还怀疑啊，你就惨了，我跟你说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安利不受限制的，你赚了400千不够，你可以定600千的收入。现在最高的 FA 70.8 million，点下方的考试要回来了，他们一定增加，因为听说去年我们的成晚分做到90点， MA 的 plan 只有70点，听懂吗？各位朋友，不受限制，没有第二个行业敢讲。第三，不断成长。什么叫不断成长？各位朋友，你知道哦，你们懂 plan 的哦。OK， 如果你退休的时候你有六个弟弟，你把你的生意传给你的孩子，5年10年以后，这六个弟弟在系统的培养底下，他变成六个钻石，你就不是钻石了，知道吗？听懂没有？一个钻石3分，六个钻石就 FAA 18分，你马上从一年400千的收入成长到1年1.5 million。 Business class 2次，马上 upgrade 成为 First class 4次。各位朋友，为什么我跟我朋友讲没有机会穷了？因为我现在有9个部门设定目标，2015要做钻石，我就是皇冠大使。各位朋友，4个部门明年会脱离做翡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干就快快进来再干一次，因为危机就是转机，我就是等到经济风暴才出来fight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多人才给我们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，你不要再等，明白吗？你再等，你要等多10年经济风暴才来，你慢10年你几岁？听懂没有？已经闻到棺材响。
听到没有 ？OK， 好。那 MV 还可以什么钱？不断成长，还有可以赚到第四个不在职跟不在事收入。各位朋友，不在职啊！各位朋友，不在职，谁有不在职收入？皇族、歌星、作者、发明家，听懂没有？你试想一下，你三天不去公司，三个月不去公司，看你还有吗？对不对？还有第二，就算你有不在职收入，你没有不在事收入。什么叫不在事？做了传给孩子的。今天如果一个医生，他有一间很大间的医院，他在的时候他可以赚很多钱，他的那个医生牌他死他不可以传给他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他有不在职，但是没有不在事收入。 MV 有没有？所以 MV 这个钱要不要赚？第二个 MV 的第二个叫做健康。各位朋友， MV 的健康我以三个角度来跟你讲。第一，心理健康。你不觉得外面很多人心理变态吗？我看你样子我知道有的人是你一点怪怪的变态，从眼神都可以看到的嘛。一个人心理要健康，一定要在健康的环境成长，心理才会健康的，听懂没有？第二，思想健康。思想健康对一个人来讲是多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思想健康要靠环境、靠老师、靠提醒、靠书本，对不对？靠你接近的朋友。 MV 积不积极？是啊。第三，身体的健康。你每天在听营养早餐，你怎么样你都懂得什么叫做保健，你知道高血压怎么调理，你知道便秘怎么调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朋友，在 MA 你可以赚到这三个健康。接下来第三个，家庭。各位朋友，很多人很多钱，很多的房子，但是没有家。为什么没有家？因为没有教育，没有文化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安利有没有教育？我们第一开始从家开始教育起。家里有谁？家里有父母亲，家里有太太孩子，家里有兄弟姐妹，家里有自己。你能够透过安利给父母亲最好的礼物是荣耀，给太太最好的礼物是保障，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榜样，给兄弟姐妹最好的礼物是机会，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成就，给朋友最好的礼物是希望。透过安利，你能够把家变大，把地球变小。以前我们没有安利，我们哪里有这些？我们没有上大学，因为没钱。我姐跟小妹就是因为我们改变了做安利，他们才有钱上大学。今天我们上两个礼拜才在营顶办一场大会，我姐是主讲嘉宾，我是导师，我的小妹是带动的，我爸爸妈妈坐在底下，快乐啊，那种表情，那种骄傲啊。然后每一个学员都去跟我爸爸妈妈谢谢你们，因为有你们，你们才把老师生下来，你才把你的孩子栽培得这么好，让我们有机会跟他一起学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安迪，谢谢你，谢谢安哥，每一个都跟我爸爸妈妈影像。我爸爸妈妈讲到现在还没有完呢。各位朋友，想不想给你父母亲荣耀？第二，你的太太跟你这么久，你有没有给她保障？很重要。你三餐还不能够温饱，你给他那种不快乐的生活。各位朋友，男人啊，你要懂得争气。接下来孩子，孩子影响最大的就是妈妈跟爸爸，爸爸是最影响的，整个家里的 leadership 就是爸爸的影响。很多的父母亲没有做榜样，把孩子培养成为，孩子是国家未来的栋梁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把孩子培养成栋梁，因为没有榜样，天天鞭策孩子，自己又不努力。 OK， 然后呢，给兄弟姐妹最好的礼物是机会。你看到多少传统生意，兄弟姐妹一夜变仇人，砍来砍去，对吗？但是通过这个生意，我们能够给他机会成就自己，也能够成就大家，明白吗？就好像我兄弟姐妹全部都干安利的，我姐跟姐夫是 GM 来的，他们都干安利，你看他们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你看多快乐啊，我们全家天天在谈安利、OK。 然后呢，给自己什么成就？我觉得我三十岁哦，我三十点多了，三十多点了哈，
我觉得走到哪里都被人爱戴，被人需要，被人尊敬，我觉得我很有成就，你觉得呢？如果今天只不改变，十年前我是车衣服，我上来讲车衣服大会，你要来听吗？对吗？然后最近我到处去演讲，还有很多老师就开始打电话来，哎，你等下去演讲 ，extend 顺便去讲课，我们包红包给你。各位朋友，你是想想，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些老师，你能够去到哪一边玩，然后随便去找一间课室走进去讲课的？你说的，但是 MA 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朋友，真的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成就，被尊敬、被爱戴、被需要，真的就是成就来的。OK。然后呢，我的朋友只要见到我都很喜欢听我讲话，为什么？希望嘛，听到我讲话就充满力量。各位朋友，今天你听我讲话有没有充满力量？有。有没有充满希望？有。如果听我讲话都不会感觉的人，你已经是末期了，差不多了。各位朋友，第四个人生的六六大顺，我们要有朋友。这一辈子我们要搞定的问题就是，我们要有老伴，我们要有老本，老本啊，我们还要有老友。如果老婆死了，我们还有老友，对不对？老伴死了，我们还有老友。但是各位朋友，你的身边猪朋狗友比较多，还是良师益友比较多？猪朋狗友讲废话，就把你变废人；良师益友讲有用的话，才会变成有用的人。各位朋友，你相信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吗？你相信跟什么人在一起，最后变什么样吗？以前有三个好朋友一起去岛那边度假，要回家的时候，他的船就怎么样呢？翻掉。然后他们就被遗弃在一个孤岛，在孤岛饿了三天三夜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呢找到了一个像阿拉丁神灯的这样子，然后用那个来装水，就把它插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阿拉丁神吵得啪出来，他说：“你们三个什么事，主人？你们把我放出来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愿望。”第一个就开始许愿，老大就讲：“我以前是驾的士的，现在我不要驾的士了，我要做的士的老大。”OK， 好，然后呢，啪就变成的士的老板了。第二。老二就说，以前我是在那个 7-11 做服务员的，现在我想要有时间的 7-11， 听懂没有？然后呢啪就变成 7-11 老板。第三个，老三你要什么啊？我不知道嘞，我一路来都跟他们两个很好，现在你跟他变走了，我觉得很闲呢，我要你把他们两个都变回来。最后那两个倒霉鬼又这个故事就是给你知道，你跟什么朋友在一起，你就变什么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能指引正路的朋友叫良师，能够同行正道的朋友叫益友。所以良师益友，朋友何止能够让你成就一生，也能够让你学染一生。听懂没有？你自己选择。第五，成长。各位朋友，在安利这个环境，我们没有嫌弃你。当你不会不可以的时候，我们要你慢慢培养你，让你成长，让你收入成长，思想成长，听懂没有？当你丰富了自己，你还可以丰富别人。当你达到你要的，你还可以再成就，对吗？在这个环境，你能够找到终身学习的榜样，终身成长的环境，终身奋斗的目标，你可以一直成长。但是在外面，你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吗？你不会的时候，谁决定？别人要不要你，他决定；能不能你决定。但是在这边，要不要你决定，能不能我们决定。听懂吗？所以各位朋友，最后一个旅行。如果你做了钻石、翡翠以上，每一年一个；钻石一年两次，就好像这个我们的国顺，19岁，我看他听到我很认真哦。5年过后就是24岁，国顺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做成一个钻石，开始就旅行，活到80岁。哎呀，一年两个 trip 就是56×2，112个国家，每一个 trip 最少30千年我要花在你身上。M 没有去布拉邦哥啊、朗高威这些地方，M 去的全部游乐国家，你算一下，只是旅行 M 欠你几百万。有去过外面自己旅行的朋友，你就知道叫赶集赶鸭团，5天4夜，3国2地游。听懂没有？那天我还听一个嘉宾去我们中心分享，更好笑。他讲：“天哪 ，MA 的这个旅行跟外面的旅行天壤之别。”他们去那个中国，然后最后呢，因为那个团长是喜欢打气功，5点半全部叫他们起来打散功。他讲：“气死他！”从此那次都不要再跟团去国了。讲，各位朋友，这叫六六大顺人生，你要吗？要。
难道你听了没有一点心动吗？人生最难的不是努力跟奋斗，是抉择。只要你选对，各位朋友，你就去克服难，不要给难克服。刚才那个大哥85块没有，放心，你去借去 loan ZIBB 85块，听懂没有？很快你卖两个产品就赚回来了，听懂没有？在中国我去讲课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，你们要不要听？要。一个乡村的姑村姑，你知道中国是重男轻女的，他们只能够生一胎的。第一个他是大女儿，哪里知道哦，好不幸的他的弟弟出事，小他几年，然后呢爸爸就不是很疼他，在14岁的时候呢没有给他什么教育，就跟他说，女儿是赔钱货，你就出去跟我赚钱养弟弟。就这样子一送，就把他送去一个家做保姆，就是做那些好像 babysitter 这样子，一个月350块的人民币每一个月。就这样子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梦想，没有希望，没有人关心，没有人关怀，活了4年，活了6年到20岁。20岁的那一天，他的老板就带他出去菜市场买菜，不小心就撞见一个钻石。你知道钻石到处撞见线的，对不对？这钻石一撞到他，就看到他的手皱皱。他说：“宝贝，你的手干嘛这么皱皱？你到底今年几岁？”那个女孩子跟他说：“我今年20岁。”天哪，宝贝，你需要懂得什么叫做女人三娘啊！今晚我们有一个美容沙龙，你来听好不好？这个女生呢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子重视过她跟关心她，她心动，她感动，她跟老板说：“今年能不能让我放假去听课？”老板答应她，让她去听课。在走去会场的时候呢，在门口需要交2块钱的人民币。他竟然没钱，他只站在窗口。7年过去了，这个女人27岁，今天是中国的执行钻石。在做到钻石第一年的奖金，他把它换成现金，用麻包袋叫人家抬回去东北，从村头走到村尾，给他爸爸讲：“女儿不是赔钱货。”他的一段演讲激励了很多人。他说，第一个我要感谢的是我自己，在我非常低落，没有人爱戴，没有人疼我的时候，我每一天都跟上天祈求，因为我没有放弃过我自己，所以今天上天安排了各个的机会来协助我成功。所以各位朋友，请给我一个掌声。他说，所以各位朋友，那段演讲我看到我是在流眼泪在底下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我说，一个这没有条件的人，因为他遇到了一个人，选对了一个环境，再加上一个机会，他今天改变了。但是在我们身边有多少的朋友，他的思想残障，肢体没残障的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，人可以很将就，也可以很讲究。你可以选择平凡，你也可以选择贫穷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平凡，它是一个选择。生于贫穷不能怪父母，但是死于贫穷我们要怪自己。在12岁，我们家里经历一场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跟我自己发誓，我不要让我的下一代再穷，我要让我的父母亲过上好日子。好死不死，23岁的那一年给老板骂头，所以他就给我最后一条给骂头。今天各位朋友，我希望通过这一场的演讲，这一场的分享，重新让你发现你自己，不要放弃自己，好不好？好。明天老师还有更精彩的演讲也准备好了，要不要听？好。明天你听完过后，你就会跟着大彻大悟，原来安利就如此简单，要不要来？好。所以各位朋友，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